Queen 最新一集 Monster X 周线在节目上展现他的撒娇才能咕咕嘎嘎，并且传递技巧。接下来实习生被留在席叫出来示范一段咕咕嘎嘎，没想到惨被梁世灿吐槽，做这个奶奶们一定会很喜欢。照做的实习生在做完后瞬间认清现实，迅速的把头低下，一旁的全昭明也情不自禁的在学习撒娇技巧，展示了喜翻喜翻后秒被金钟国呛好像智能有些不足，哈哈则说不骗你们，我差点往他后脑勺打下去，引发全场爆笑。最后被叫出来示范的则是与撒娇无缘的宋智孝，当他试着要展示时却被哈哈无情阻止，不要做你这家伙，连制作组都笑称家人之间不看撒娇才是道理呀。